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的影片，我是海亚布萨。今天要与各位分享的是 BB 战士的新系列《三国创杰传》的关羽 New Gundam。 全新系列的《三国创杰传》有着比旧版《三国传》更细的零件分色和更多的可动关节。虽然有着媲美 LBB 系列的分色和可动，但价格却只要日币700元，折合台币约不到200元就可以入手，真的是十分便宜。不过在我实际将这支制作完成后，觉得在分色分件上来说算是挺不错的，以这支关羽来说分色挺简单的，不复杂，因此要遮盖上色的零件数量并不多。但是若以我另外买的刘备独角兽钢弹来说，那零件分色之多就很有得遮盖了。另外在整体的可动范围方面，虽然是设计了很多的可动关节，但实际把玩起来感觉可动度并没有很高，上半身的可动度基本上和旧版三国传差不多，手肘的关节也一样是不可弯曲的。而下半身虽然有增加了可动的膝关节，但由于侧裙甲是装在大腿上不是装在腰上，而且侧裙甲又挺大一片的，因此下半身在这两片大裙甲的干扰之下就几乎没有什么可动可言了。由于可动度不佳，很难摆姿势的关系，所以这次完成照就只拍了3张与大家分享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